欢迎您，阎王星空妙地行，这是台湾的民，阎王星空妙地行。易经新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金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回顾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届贤士同修，今天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上课，因为本维新圣教是尊天法旨、为国修道、为人类祈福的法门，所以王禅老祖时时刻刻都会因应地球的安危、天下的安危，要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修一切法来供养天神法界圣神大如来光降地球，共转世界和平，天灾永息，天恩永息，五谷丰登的法轮啊。所以今天农历乙未年9月6日，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，因为乙未年九九登高，要安顿供养我们今年1月9日谢天恩维新道藏15615卷丙天这个诵经的经宝辉宝总共到明天9月7日在土城安金道场开卷，传藏圆满，总共有十坛的经宝、辉宝，把它汇整起来，分散供养在台湾。台北观音山、阳明山。基隆要到这个九弯十八拐的最上面的宜兰交界处，苗栗马拉邦山、合欢山、梨山几几大山、八卦山玉山崖口的大武山，还有台东思想把水口、南天门思想把水口的地方供养金宝、有花宝、辉宝，给山河大地、后土神君、主圣神共同来守护着地球500月，地球有500月，所以地球的500月山头也都有山神、后土神君，所以王禅老祖慈悲。也邀请了
诸天圣存活菩萨共转这个安顿守护地球五百叶山河大地的平安，然后以灰宝金宝果串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。所以在去年甲午年的九月九日啊，我们第一坛依照王禅老祖师尊所开示的啊，我们一一的依教奉行。所以一年来整个台湾的山头灾难天灾啊，也减少了很多很多。也许有人说啊，那个是凑巧了，不管凑巧不凑巧，凡事依教奉行修行平安就好哦。所以我们要去感恩赞叹诸天圣存活菩萨啊，不要以为自己功高贪得无厌，心量狭隘，不知感恩，不知报恩，不知谢恩哦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时时心怀的地球是我们的，地球上的所有一切众生的安危都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大无其外，大到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太阳系都是在我们心中耶。所以我们心中身上的细胞就是微尘世界啊，所以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就代表一个宇宙星球。那么宇宙那么多的星球都在我们身上，那么你的细胞其中一个就是地球，大无其外细无其内，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。那么我们容不下小小的细胞，那么你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地球，那人生你就会活得很痛苦。所以老祖教我们做行啊，做神，做神要先做人，做人要先把心量打开。所以王禅老祖一直告诉我们要修心，道理就是在这里，修口就用我们的口来讲出有利于众生的话，给众生有生命的活力，不要用你的口来随便造成周围的人的烦恼，那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了啦。所以今天九月六日因为深潭的关系，所以我就选在宣佛寺弥陀讲堂在这里上课，一面准备坛城。今天由幻贝学院啊，我们的院长严嵩禅师带领的六位诵经法师依教奉行诵经，所以欢迎，也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吃饱，中午吃饱饭以后到天坛那里面的一炷香，在天宫炉向内拜，因为里面很小哦，你们去了解到好、哦、我们老祖师尊的慈悲啊，叫我们大家一起依法修行，你即是神佛菩萨的化身呐、啊。各位微信贤士。
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人的一生啊，你一直在过自己的日子，当然是很好，但是你要想到你的后路哦，很重要。所以他王禅老祖导驾慈航，时时开示我们要留后路。那后路就是这心量要放大，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，就是后路。啊，我们从民国71年开始，王禅老祖光降台湾之后，啊，在74、75大兴安岭大火，那个几乎会酿成很大的灾难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，那时候我还在台中进修院，老祖就开示了，要奇门遁甲。这大火下去不得了，必须要用奇门遁甲的修行。我也不懂什么叫奇门遁甲，我只知道一般算的奇门遁甲是逃命用的，奇门遁甲逃命用的，往哪里跑哪里逃。哇，你每天在逃，那时候就很累哦。所以王禅老祖说要修行，不要有逃命的那一天。那和奇门遁甲逃命有没有一样？有感换吗？修法不要有逃命的一天呐、啊！哦，但是奇门遁甲把地球的灾难要借着修法啊、哦，来把大兴安岭这个大火用奇门遁甲的方式啊扭转乾坤。开始哪一天就结束了，结果那一天结束了，下了大雨，从来没有的大雨，把大兴安岭全部火扑灭了。那一天，而大兴安岭大火就是我这个大火的扑灭呢，啊，我们台中道场圆律法师，啊，那时候他也有参与过。我们第一届的同修早期的都有参与过这个殊胜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，我们的修行消灾化劫，就是要为众生开个后门之路啊，才有退路啊，这是我们修行方面的。但是我们住家工厂的后门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现在常常看一些菩萨文，真的都在斗乱啊，肛门来了一个肿瘤，腮帮没出来啊，啊，你后门你就肚子要打个洞了、啊，我们的粪便要从肚子出来尿出来。真的，我也看了很多信众大德这样呢，啊，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惋惜呀、啊。但是个人每个人自己的业力所呈现出来，啊，但是也有这个病因为住宅的错误所引起的。肛门不通就出于啊，我就曾经看过一位信徒呢，啊，身体棒塞，就从肚子拉一个洞出来，那我就用意把它粘个挂，玄武有问题。后来我现场一看到，我再告诉各位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一节要来开后门的诀。
回后尾门。哦，那因为是，那位太太，她后面一个人在围墙插了来，他的后门回你家，回你这位，他一出去了，渐渐火星，火星行就倒地，火星插入来，我看阿桑啊，你这袂放晒。那位阿桑呢？是啊，后边已经出气起来。我就感觉一直呢，肛门拢烧烧，肛门烧烧呢，就开始会长瘤。啊，等到发生的时候来问，求问老祖，卦占起来，这后面就是玄武。玄武洞来克四爻，就表示说住家后门出去有问题了啦。而且呢，他这个卦离风恒有这玄武无火。火克有金，火克金，无火火克金，又玄武出后边一个火星克进来，所以袂放晒，他城门修修，而且呢，这个是坤宫做坤山伤老母，若是对宫。就伤少女女儿，前宫就是老妇。依照八卦的宫位来伤来克，所以这位太太老婆菩萨呢，非常的烦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就跟他说。有没有房子可以搬走？他有了，还有一间呢，还有一间呢，在太平的地方。我去看了，人呢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好运的拍个好告诉你，后面一家。玄武相冲，两个刀，两个刀，那怎么办？我你这间厝嘛别大呢？你讲是啊，我租人家建筑建造，啊租租，房客嘞，都是病，不是头脑长瘤。就是肠子长瘤，所以住了五次，五个人都闹跑，这就是后门的诀窍。所以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讲解后门，希望社会大众你们听到了，接收到这个课程，哎，好好的要记住啊。本段节目由士林爱心道场李志强、邓少轩、石井中贤士合作。愿我心中妙地修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。社会的平安也是我们的平安。
任何一个人的平安也是我们的平安。啊，曾经有人说，哎呀，张老师啊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告诉他，你的心量太小。若是一个人住家不平安，有一天也许你出外，好，那一家的人不平安，烦恼多多，开车横冲直撞，一定会撞上你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这位信徒马上念转过来，哎呀，叔啊，老叔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么讲。我想平安因道的代志啊，跟我哪有关系？我就跟他举一个例，台中市中华路啊，有一家做生意的先生，他来问卦，我在台中，我卦站起来，白虎方动来克四爻，白虎动克四爻。我魏某某人，他姓蔡，我蔡长啊，你后面那间厝的人，你请他来，我有事情要帮他忙啊。啊，管他呀，管他死啊，别人的代志跟我哪有关呢？嘿嘿，我的心量有够歹，有一天你就知。你说啊，不可能的代志。啊，结果他一年后就来找我了，找我了，一直骂隔壁那一间的人，说他的儿子把人家财拔掉，财产拔了了，一直出门爱卖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活该，心量太狭隘。你心量狭隘呢，你就是因因果果嘛。所以人家给他带人家去拔脚。我当时我跟你隔壁那间啊，白虎那一家洞又破又化绝，所以来克你，虽然无力，没来克你，慢慢给你剥削，你就知道。所以那一位蔡先生，一再战火隔壁的儿子，把砍一拔去啊！我活该，你的度量那么狭隘，至少文钱学。哦，所以我一直鼓励啊，男同修，叫人出名讨位来学易经嘛，我们到处在开课嘛，不一定要师父教，我们的法师都不错啊，很好啊。基础的学习，师父引入门，修行在个人嘛。所以那一位蔡先生开后文，以后的路没有用心呐、啊，没得爱心，没慈悲心，当然因因果果嘛。所以我们每年都有法会啊，像我们一月一日要祭祖，前一个月我一定会在这里举办法会，在仙佛寺。今年在农历10月18日。啊，开始到11月17日在仙佛寺，要谢天恩，祈安法会。都是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免啦，师父遐啦，当当的爱发的是爱欠钱哦。”当然钱我嘛爱，我无欠个遐尼严重啦。哦，所以心量要有正知正见，要宽广。啊，那我们每次的法会
以法会友，以法会祖先，法会议事，以佛法会祖灵会祖先啊，以法会完全借助了，第三，以法会佛圣神啊，好，叫做法会，莲池海会佛会菩萨，是这意思嘛？好，那我们将祖灵请来这里听经闻法。那就是我们的功德天嘛，我们的福报嘛，那也是开后门的诀窍耶，给未来自己有路可以行，所以不要只有看到眼前，斤斤计较于眼前，这样对我们没有意义的。啊，曾经那些老信徒，啊，一来啦，讲啊，张老师啊。你这吃新民饭的都也都是发挥就这样赚钱啊，我没换你来谈工，我来参加啦，啊，我也会晓，说他不会啦，不会你就给他点的，如果没等你也没吹气。我们以前餐厅就在现在的书信处那里，啊，中午饭吃吃了来参加那个小熊法会嘛，啊，那用在迄阵，咱用在伫迄个钟楼边呀，啊，室外的，啊，他又喜欢吃，说你们的米粉很好吃，吃七碗，七碗的米粉呢，足好煮的啊，啊，但是一个水洗洗念，我诶。这菩萨啦，吹毛了念的，吃饱就好啊！啊，你不要没有道理你就乱讲，那无你也无出去的。啊，走，要走下我们书信处台阶啊，向我拍落来啦！真正面顶三气无，下骹气无呀！哎呀，有了，迄阵。哦呢，干苦啊呢，我哦，话不要乱讲，你不知道的不要乱讲，那阿呢对你没有帮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个后路，讲话要留后路，有后文，那么你后文念头的澳门念头错了，哎呀，问题多得不得了啊！本段节目由昆普各位维新贤士，风水学的门派很多，有三年，有金丹法门，有四大局，有东西四令，有三合，好，有叫奇门遁甲，很多门派我都接触过，但是发现各有专长，那我就把口用的把它融合起来，融为一炉，啊，然后以佛法、道法、百家思想融为一炉。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啊，发现这样才是完整，所以我们才尊天法祖成就了维新道藏15615卷。好，未来凡是有风水学上的争议，都以维新道藏、丙天的维新道藏为主轴。
因为经得起实践和印证了，才能留在天下给众生作为依归。哦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，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理。那么现在风水学啊，尤其有东西四命的风水，好，这个法则不可全用，不可以全用啊，必须啊，理气形体同断，形体很重要，形，所以形和体，有如刚才我说开后门，一个尖尖冲进来没帮塞，那就是形体，理气不管，命也不管，什么命开什么相。啊，曾经有一位先生，哦，非常的骨气足大，他就以东西四命跑天下了。那时候我还在做测量工程，啊，有一年大家认识了，我听他讲他的理论，我问他一句话：一个家庭都会同一个东西四命同命吗？若是不同命，开的门是不是要开六个人要开六个人要开六个门？怎的哎呀？我看你这海西人自己吹乌兰水，这样害死人。一个家庭哪个人哪个东西四命不同命哎？啊，所以那你六个人就开六个门了。我再问他，这位先生，若是不同命，呼吸算不同命，啊，床位，爱困难的呀，啊，这呼吸不同命，爱点头倒茶。暗时间那片臭卡小六困未起啊！啊，刚好一位我们的以前的老朋友，啊，都找到迄个先生搞搭帮忙。伊讲吓，哦，我暗时间那片到阮阿个臭卡小，我都困未起啊！我哩安尼困，啊，都这老师甲讲讲安尼才好，安尼才对，我废话啊！哦，所以风水学不是那么肤浅呐，爱有智慧磨地灰，对你口口学绝对没有用的啦。所以我一直反对我们的贤士同修，恁用个东西四命的法则，以一概全，绝对不可以。再开后门的法诀，开后门。一形体是先天的啦，天生都行啊。第二理气这悬空哀心，悬空哀心形体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好啊，这个悬空哀心也很重要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为各位来探讨讲解，第一是形体啊，威猛开后门。若是你有一家房子，啊，门从这进来，你后门，你绝对不要直冲，大忌，
胸，就穿心煞，不管两个门三个门，反正直接穿心煞才血，守不住。我们一位老师王文明，他移民到西班牙，啊，风水学他有研究嘛，啊，到那里堂堂一介西班牙，我们的华人，去买了西班牙人的房子，财都守不住，啊，一看呢就是门直接直冲。或是你在这里直冲穿心煞，所以他在西班牙发现很多人要领新台币20万，务必要向银行3天前申请，否则你马上要领20万，银行没有那么多钱给你领。你看西班牙是好看而已，确实他们生活是很朴实朴实又很紧缩，这个和风水有问题啊。王老师文明他要去看了，若是有龙纹进来，虎纹开，开斜角对角线的财都守得住了，你开虎纹进来，门的道理斜角线或者斜角线，这些东西比较会存钱，财比较守得住。但是西班牙他们的设计师都一直这样比较会通风，气流清爽啊，就不必冷气电风扇，可以省钱。但是你所了的钱不止那一些啊，所以开后门第一个条件即直冲啊，直冲着才守不住，甚至心脏病都会来啊！看你的方向，若是南北向，胃肠不好，高血压啊；若是东西向，口熟啊，那么肝问题也很多，所以风水学的奥秘很简单，但是你不懂，都是处处都是困难呐。本段节目由大安寺堂群会詹碧荣、邱永来，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所望善知识，都市的房子寸土寸金。啊，大家拼命盖，盖了他家阿表没有后路啊。所以现在有一些建筑师，俗话说叫要求哎，啊，拼命帮建筑公司，后面七七八八无后文，没有后文的，你在那边输一大嘞，啊，渐渐会冷退。人有喉无肛门，病一定来啊。这我看过很多，包括以前我在学习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的住家也是没有后门啊，没有后门呢，后面都人来拖地嘛。那邱老先生，伊讲，哎，张先生啊，有树木卡撑，啊，这再收袂掉，食偌济吐偌济，有树木卡撑，
吃下去吐出来嘛是晒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啊，胡老先生，你后边跟人隔壁，你家里的挂一个门，不开没有关系。这一个人念意念已经成事啊，一间厝甲一个人，一个人同体呀、啊，同体。啊，那一段时间呢，我搬进去住以后呢，确实赚多少钱，啊，工作做多少，一定了多少，很奇怪的，莫名其妙，甚至加几两起来，啊，囡仔都破病，落掉了就贵都在。啊，邱老先生啊，讲哎，张先生，你后边进来去挂一个门。我就按照伊安尼挂一个门，哎，就稳定咧。那无囡仔当然发烧，后尾闹事。哦，咱像咱一个人，那无尻川，哎呦，百病拢到位诶。啊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，开后门非常的重要。你开后门，注意。不可开后门，一不可冲向巷子煞，不可以冲巷子的煞。而你也许认为说，哇，很凉，隔壁有人在里。巷子，啊！你后门开着，哦，吹的风好凉哦。我告诉你，这巷煞，巷煞中风，哈哈，十个九个中风，你都头壳长瘤，啊，不然就肾脏萎缩衰竭。啊，所以后面有门开了，不管这边有巷子进来，做的不对，你一定要巷子这边来，你们就开这边；巷子这里来，门开这边；巷子这边冲进来，门就开这边。最起码的趋吉避凶。若是这边巷子进来，门开这里直冲，没办法，那么你进来做玄关，做玄关转过来，安尼你都唔惊呀？听有无？哦，这是我们一位老信徒，这出耶，他做卯山有相。卯山有像他的门从这边开好啊，他的门就开在这边也对啊，但是对面后面一个人的黄火像黄灰行，我哎某某人啊，您家的卡用了没有？我卡，我家的人，拢拍断手骨都去用，拍断手骨都去用，大家拢有你接卡过啊？你看，这座茅山属于脚，后面出去向下行啊耍，哦，这茅荒，茅荒属脚属卡。所以马方这边的刷几百，啊，一门回家处理，做两个没有错。啊，他的灶位，灶位够做你这个位，你家住，
所以太太，他的太太呢，脚关节两只脚中弯，哦，所以风水学啊，因为风水与人的思想融为一体，那怎么办？我你们放起来开这边啦，要紧啦。伊讲那我直冲，那你稍微你这个摔下来要紧，你后边你做一个挡住，哦，你稍微到家，好，你这几摆要做个玄关。你现在就都平安了嘛，所以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。咱想讲后尾门有行煞、行冲，啊，要有咱就信徒先生，啊，一块地，真大地一地，啊，他盖着一个别墅。啊，家的别墅呢？伊后壁一直条水出来，啊，伊门都开着，啊，只有水坝，滴滴落落的声音足水的。啊，那么这里呢，告诉前公，你后尾门大的后门坐在。前宫睡哩哩落落，我问恁爸爸几岁啊？用85年啦。我恁爸爸身体要足用的哦，因为还可以啦，暗时拢出去，甲停在家等来啦。啊，桃花水，前宫老爹80几岁，桃花水，出去饮酒啦、跋筊啦啥的呀，就是什么，泄直泄水出去，泄出去。所以风水的奥秘千变万化呀，诸位。